上文书说到，努尔哈赤带兵攻打辽阳，惊动了明朝辽东经略袁英泰，率领兵将出城应战，离城五里摆开战场。努尔哈赤和袁英泰疆场对阵，话不投机，各自派将。驻守辽阳的四大总兵、八大参将早已按耐不住，纷纷又出战。金锤将侯世禄说：“哎，你们谁也别去，我打头阵。”侯世禄双脚磕蹬，小肚一碰铁骨梁，撒马到疆场，勒马分锤，高声断喝：“呸！满洲兵将，尔等胆大包天，敢打辽阳！小你家总兵爷侯大胡在此，哪个过来受死！”喳喳喳喳，哇呀呀呀呀呀呀！他这一阵暴叫，真把八旗军吓住。努尔哈赤一瞧，这侯大胡子有36、7岁，跳下马，摘盔卸甲，平底身高9尺开外，前胸宽，背膀厚，肚大石围，紫微微一张脸，不露头，大下巴，挖过脸，两道浓眉，斜入天仓额角，一对虎目，造薄分明，衬托鼻子，火盆口，连鬓络腮，红胡须，扎里扎撒，压在钢针相仿，头戴斑角荷叶金盔，黄金墨萼，二龙斗宝，斗大红缨，飘白脑后，背背八杆护背旗，走金仙，恰金线，上绣红银龙，身挂黄金甲，护心镜亮如秋水，判甲丝绦九五凝成，两扇征裙封为左右，虎头战靴斜插在凳，胯下马头至尾长有丈二，皮之背高有8尺，大铁碗，细旗穗，刀楞脖，竹签耳朵，水桶的脑袋瓜，毛管呈紫红色，是匹宝马灵驹，鞍颤交环，一概巨心，手中一对拔楞紫金锤，这对锤是采天地之灵五金之精所打造，外边金水所镀，锃明瓦亮，30长的锤柄压卵粗细，这对锤至少得180-190斤。侯世禄阴阳把分开双锤，指天画地，坐在鞍桥上，头上有千层煞气，面前有百步威风。努尔哈赤啊，看上了，哎呀，支援将太威风了，倒像我们边外人，想不到辽阳有这么员虎将。众位八都路，哪位迎战？八旗的额真牛鹿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也没言语，心里在掂量，掂量什么呢？我能不能是那员将的对手？是啊，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，盲目骄傲，非打败仗不可。在旁惊动大将费英东，他想，我是使硕的，会会他的锤。常言道，插锤棍棒，躺硕斧钺，力气都大。试试。费英东催马上阵，二马对头，嗨，名将同名上来。我乃大明朝辽东经略大帅麾下调遣你家总兵爷尖锤将侯世禄，你是何人？我乃费英东。嗨，是你接招。说着双脚踹蹬，马往前奔，手中攥住了大树，抡圆了胳膊往下就砸。呜，这一招奔侯世禄的顶梁。侯世禄见军人到了，双锤十字交叉，由下往上去磕金堂，嗨，开，就听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把金堂崩出去了，崩的劲儿太大，费英东的胳膊往后一闪，收不回来了，膀子震坏了，金堂落地。费英东情之不妙，学马往回跑，侯世禄圈战马紧紧追赶，嗨，别走，招打。话到锤到，呜，锤头正砸在费英东的后背上，啪的一声，腰砸坏了，震了内脏，一口鲜血上来，费英东咬牙又咽下去了，这咽下去更糟糕，从此做了病，费英东致残。费英东战马拖着主人归队到队前，扑通张落马下，有人架到后边去了。这阵儿惊动了老将额亦都，催马上阵。
在后边吓坏了努尔哈赤，心想前些日子鄂豫都在沈阳被贺世贤打伤，刚刚建好，怎么又上阵了呢？急着高喊：“鄂豫都，你快回来！”可惜已经晚了，上阵就回不来了。鄂豫都有自己的想法：我这辈子跟汉王经历了大小战场无其数，没打过败仗，就是在沈阳我丢了脸，在这儿我一定得找回来。他催马来到侯世禄近前，互通名姓。侯世禄双锤用力去砸，鄂豫都不敢去接，手中九耳八环刀用刀头啪一挑，哪知道侯世禄招数一变，变得太快了，左锤一颗大刀，嘡啷一声，右锤奔鄂豫都的太阳穴横着打，打呜！鄂豫都上了年纪，躲闪不开，单锤打在脑袋上，当场废命，鄂豫都阵亡。努尔哈赤哎呀一声啊，在马上栽一栽，晃一晃，多亏身旁卫士用手扶住，汉王保重，汉王！努尔哈赤半天缓过这口气，阿弟呀，鄂豫都，你可疼死我了！军卒把鄂豫都尸体盖好，抬走了。这阵儿，斯贝勒皇太极催马上阵，侯世禄，你伤我两员大将，今天我要你项上人头，给死者祭灵。话到人到，刀也到了，金刀捞头盖顶剁起来。侯世禄连胜两阵，洋洋得意。见金刀落下来，用锤去封，两人马来马往，站在一起。侯世禄在辽东很有名啊，他从小学艺，十三岁吃粮当军，二十岁又有千花山带艺偷吃，不但力气大，锤招还巧妙，可就是没念过书，不认字儿，是义勇之夫，只能当将，不能为帅。要说上疆场打仗，那比他上姥姥家吃饺子还高兴呢，一边打一边喊：“好小子，好刀法，有两下子，嗯，再练个三十年二十年的，就和我差不多了。”哟，你没砍着，小崽子，你不行，毛还嫩呐。皇太极也生气，打就打呗，你嘟嘟什么呢？就这样，两人锤来刀往，战了十几个回合，不分上下。两旁军卒摇旗呐喊，擂鼓助威，是越战越猛，越打越凶。这阵儿，经略大帅袁英泰手捻胡须，闪目观阵，心中高兴：“嗯，我们胜两阵了，看样子辽阳保住了。”再说努尔哈赤见鄂豫都阵亡，万分悲痛，今天我非亲手报仇不可，军令叫皇太极回来，我战那员敌将。代善阿敏都不让：“父汉，你老偌大年纪不用上阵，还有我们呢。”“不行，我要给鄂豫都报仇。”“来呀，鸣金！”军卒无奈敲起铜锣，嘡啷啷锣声响亮，皇太极收招待马，吁，侯世禄，汉王喊我归队，改日再战。言罢拨马就走。侯世禄不让啊，哎，别走，留下命再走。说完催马就追。这阵努尔哈赤已经上阵，见侯世禄追皇太极，急忙取下铜胎铁背宝雕弓，走兽壶抽出三支凋零箭，刃扣天弦，前手如推泰山，后手如抱婴孩，嘎吱吱吱吱吱吱吱，剪弓拉开，奔着侯世禄搜动弓弦，噔噔，嗖嗖嗖，连发三箭。听众都知道，努尔哈赤一马三箭，百发百中。头一箭奔哽嗓咽喉，另两支箭奔两肋。为什么奔两肋射呢？因为两肋没有假叶子，容易射中。侯世禄全神贯注追赶皇太极，没留神有人放冷箭，即使注意也不行。努尔哈赤箭无虚发呀，三箭全射中。头一箭射坏司徒宽的搂海带，正中咽喉，疼得侯世禄大叫一声，甩手扔掉双锤，趴到鞍桥上，被战马驮回来。
侯世禄身带重伤，性命难保，急坏了铁棍将李茂才，他们俩是磕头弟兄，大叫一声冲到疆场拦住努尔哈赤。李茂才举起大棍，搂头盖顶，唰唰盖马三棍。努尔哈赤一摆青龙偃月刀，刀头冲下，刀转冲上，来个青龙戏水去风冰铁棍，咯噔，冰铁棍顺着刀杆滑去，然后一晃刀头，推刀头扳刀转，唰，玉带缠腰砍了过来。李茂才抽棍封刀，哪知道努尔哈赤这一刀是假的，突然来个二马投膛，大刀立起，斜肩带背唰啦劈了下来。李茂才再想躲闪躲不开了，当时被一劈两半。银枪将朱万良、飞叉将王玉章催马上阵，双战努尔哈赤。八旗将一拥而上，明军八大参将舍命相敌，一时间兵对兵，将对将，好一场大战，是杀得天昏地暗，日无光辉。经略大帅袁英泰一瞧着急了，哎呀，侯世禄是我辽东元虎将，想不到战死，李茂才只走了一个回合，命丧努尔哈赤之手，看来不易恋战。我辽阳城墙坚固，护城河面宽阔，城头大炮防御，何苦在这厮杀？想至此，马上传令，三军二郎鸣金收兵。是，啷啷啷啷啷，锣声响亮，辽的兵将各自收过兵刃，保护大帅归城。八旗军紧追不放，明军边打边撤。袁英泰有大炮，可不敢放，因为双方混战，怕伤了自己人。怎奈八旗军太厉害了，把袁英泰截都半路，想回回不去了，一时间伤亡很重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猛然辽阳东门吱溜溜溜溜溜咣，分为左右，吧嗒吊桥趁平，又冲出一哨人马，弄四五千人呢。为首的是渊文官，此人正是巡按御史张全。张全干嘛来了？打接应来了。文官出来干嘛呀？哎，文官有时候胆子比武将还大呢。袁英泰出城，张御史不放心，登在城头观敌料阵。他见袁英泰想撤撤不回来，想杀杀不出去，被八旗军截住，军卒伤亡很重，把个张御史急得直拍额角。想起古诗上有句话了，宁做百夫长，不做一书生。哎，我要是武将多好啊，助袁大人一臂之力。又一想，文人怎么的，城破之时还管什么文官武将啊，都得死，多个人多份力量，文官也上战场。回头问守城将官牛文月，牛将军，城中还有多少兵将？哎呀，张大人，元帅都带走了，要说能征惯战的，这不在你身旁这么几个人吗？沈阳总兵白云龙，昏和陈策手下两员将周敦吉、佟祝奎，城中留下的都是老弱残兵。要说有兵呢，铡草的、喂马的、挑水的、做豆腐的、烧火的、做饭的、掌印的、看粮草的、掌刑的、带班的，还能凑上三五千人。好，你把这些人都招在一起，有兵器那就不用说了，没兵器从库里头搬点，每人发一件，跟我出城。您干嘛去？打仗去啊。哎呦，张大人呐，您是文人，到疆场能行吗？哎，现在我是文人，年轻时候也学个三脚毛、四面斗、打个车轱辘把式，现在甭管那些，救人要紧。好，我这就调兵。牛文月带两个游击去调兵，张全叫过白云龙、佟仲奎、周敦吉。张御史面沉似水，三位将军呐、啊，你看袁大人年过花甲，一直在京城为文官，杀鸡都害怕，今天为保国守城，他亲临战场，把自己生死置之度外。再想想你们是从沈阳昏河败下来的，说你们临阵脱逃不过分吧。不过
主将战死，你等不忍心叫残兵败将死在沙场，把他们带到辽阳也不算为过。你们和袁大人比，不觉得脸红吗？今是你们立功赎罪的时候，一会儿我带你们杀出去给袁大人打接应，希望你们奋勇杀敌，不负圣命，不负众望。三个人的脸腾就红了。张御史，您能舍命出战，我们总死也含笑九泉，没说的，走吧。霎时间，这些后秦兵败兵聚到一起，四五千人呢，挑起明朝大旗杀出城去。要不说文人胆子不小呢，他出来了，你说你出来干嘛呢？有人递给他一杆枪，他拿不动，不行不行，太沉了。有人给递过一杆白蜡杆，哎，这挺好，分量合适，看着挺漂亮。来到城外，你还别说，正因为张御史文人上阵，对这些军卒是个鼓舞啊。不知道哪来的精神呢、啊、一个高举刀枪，凝眉瞪目，铁胸叠肚，飞奔疆场。佟祝奎和周敦吉那是大将，会用兵啊，来到沙场，立刻兵分两路，从左右翼杀过去。努尔哈赤发现援军，吓了一跳，哎呀，袁英泰很有智谋，会用兵啊，援军来了，我可别中了他的埋伏，来呀、啊、收兵，八旗兵哗往前撤。辽东经略袁英泰得到喘息，带兵回城，扭头看见张御史，激动的热泪盈眶，说不出话。张御史摆摆手，快回城，明军前队已经走了，后队还扔下几千人。皇太极不干了，他随后就追上来，他这一上来，镶白旗人也跟上来了。没办法，周敦吉、佟祝奎、白云龙断后。明军怕皇太极杀进城啊，将城门关闭，吊桥挑起，扔下外边的军兵顾不过来了，这个落荒而走。皇太极一阵追杀，过了首山，到安山小城，明军走死逃亡，皇太极才收兵往回去。这支人马主将周敦吉、佟仲奎双双阵亡，牛惟岳贪生怕死，钻了高粱地跑了，白云龙失踪了。当夜皇太极兵扎守山下，次日天亮，探马拦起来报信儿：司梅勒，汉王有旨，请您赶快回兵，兵困辽阳。遵令。皇太极得令起兵，跑步前进，来到辽阳东南角一看呢，哦，各路人马全到了，正在响定营炮呢，就听了叮当咕噜噜，叨叨炮声啊，像大年三十晚上放鞭一样接连不断，四面八方人马将辽阳围个风雨不透，水泄不通。随后安营扎寨，内按五行，外按八卦，调壕沟，埋鹿角，十万大兵扎好连营，要压塌地皮。努尔哈赤亲自观看地势，离护城河二三里地，带住战马往对面观看。辽阳城得天独厚，不缺水，护城河环城而过，河面有三丈多宽，河水碧绿，深不见底，不过护城河靠近不了辽阳城。辽阳城墙又高又宽，石头座青砖砌成，白灰勾缝，十分坚固。再看城上旗帆招展，刀枪林立，守城将士来回走动，每个垛口都有一门虎尊炮，炮下边有一伙兵，城上堆满了灰瓶炮子、果木雷石、弩弓、要箭，戒备森严。正当中迎面一杆圆字大旗，旗脚下站着袁英泰。袁英泰看见努尔哈赤，一阵冷笑：哎，满洲王，别看你取抚顺、打沈阳没费吹灰之力，打我辽阳势比登天，我城中将士严阵以待，为了少伤身灵，不如你及早退兵，我们各守疆土，永结盟好。努尔哈赤看见袁英泰眼珠都红了，昨天他伤了四大朝臣，两位老臣呢，额亦都、费英都，努尔哈赤哭得死去活来，一宿没合眼，今天来困城就是为死去的老臣报仇。袁英泰，
你不要洋洋得意，此城指日可破，你将此物葬身之地。来呀，攻城！努尔哈赤往下一撤，正红旗、镶红旗、正黄旗、镶黄旗，四旗军一起攻城。袁英泰指挥炮兵点火，二十几门火炮往下射击，铁沙子在八旗军队伍中开花。努尔哈赤赶紧调李永芳汉军旗，汉军旗推来大炮，砸好炮药，点好药捻，向城上射。因为隔着护城河，又是从下往上射，伤亡不大，互相打了半天，八旗军损失不小。皇太极说，傅汉，这么不疼不痒的打不行，得想办法。努尔哈赤也明白，好，收兵。努尔哈赤回到连营，摘盔卸甲来到黄国帐，大家商量怎么办。努尔哈赤说，攻克沈阳，我已派细作到辽阳卧底，不知道为什么一点音信没有，大概是城里防范太严，不得下手。那怎么办呢？就这阵儿，一个惹上来了，汉王，我们抓住了名将白云龙。白云龙？李永芳说，您忘了吗？这个人镇守抚顺，后来到沈阳和杜松攻打萨尔虎，还给我们帮过忙呢。哦，太好了，来呀、啊，请白云龙。手下人退下，只留下李永芳把白云龙带上来。他怎么被抓的？昨天被皇太极追得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他自己落荒躲在个土窑里，天亮的时候被巡营的八旗军发现了，把他抓住。这个人脑瓜特别活，往里一走，眼珠一转，有了主意，上前施礼，汉王在上，卑职白云龙有礼，我虽然在明营，实则混口饭吃，无所事事，汉王陛下有用卑职之处，万死不辞。努尔哈赤闻听哈哈大笑，白将军，快人快语，我就喜欢你这样人。好吧，先留在军中，有功之时再封赏，谢汉王。白将军，你说取辽阳何为上策呢？这汉王，辽阳乃关外重镇，城池坚固，又有大河，多年来凭借护城河为天险，所以此城固若金汤，若打开辽阳，先破护城河水。至于怎么破水路，还得汉王定夺。哎呀，多谢白将军之典，来呀、啊，准备酒宴与白将军迎风洗尘。又派大贝勒代善陪酒，努尔哈赤上马带亲兵卫队来到连营外，围着辽阳城转了一圈，经过仔细观察看明白了，辽阳护城河水啊，是引东边大河之水，就是太子河水灌入的，所以总是沟满壕平。如果呢，在入口处筑起大坝，把水溜截死，再在护城河边挖一道沟，把水放出去，很快护城河就干了，河底枯干，再攻城不费劲了。努尔哈赤立刻叫皇太极带一万人到城东挖土抬石，一阵忙乱。守城的明军看见了，赶紧报告袁英泰，昨天一仗两军互有伤亡。袁英泰回城之后，将阵亡二将承练起来，派兵守住城门，防止奸细开城。他知道努尔哈赤不会善罢甘休，还得攻城，他和御史张全在城楼里商量如何保住辽阳。正这时军都来报，启禀元帅得知东城外有上万的满洲兵正在挖土抬石，不知何意。我看过去。袁英泰和张全出了城楼，来到东城，手扶垛口，身靠女儿墙，往东南一看，当时吓得颜色更变。张全说，哎呀，袁大人呐、啊，满洲兵是叠坝堵水源，调沟放护城河水，护城河要干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袁英泰看了看，摆摆手，哎，不用着急，他们在远处调沟，那条沟想连到我的护城河不是容易事儿，我城头有火炮，还有弓箭手严加防范。
张全点头。简顿杰说，八旗兵人多力量大，天帮黑，一条水沟已经挖好了，还剩下与护城河沟通的最后一段，这段真不好忘。河对面就是明朝的弓箭手和火炮，在人家炮口下挖沟太危险。努尔哈赤想怎么办？有了，来啊，调20门火炮往城上轰，密集炮火压住城头的火炮，随后下边有3000名军卒，每人扛一袋土往上冲，把肩上的土袋堆放在水沟和护城河相连接的岸边，往那一扔，转身撤下去，就算完成任务。虽然明朝的火炮很厉害，因为八旗兵是单行前进，伤亡不大，一会儿的功夫，你一袋土我一袋土，加上被炸伤的军卒也扔到土堆上，时间不大，在护城河对岸出现一座小山，这座山挡住了明军炮火，也挡住了明军的弓箭。八旗兵借着小土山做掩护，向前调沟，一直挖到小山之下，往底下掏洞，使洞口与河床沟通，呼隆哗的一声，水往外一冒，一条排水沟已经挖成。眼看着哗，护城河水顺着这条泄水沟流向大河下梢，掌灯的时候，护城河水越来越浅，干枯见底。这才传下将令，三军儿郎，来呀，给我